他有什么资格做我爸？方言。没事，他还在跟我置气呢。我怎么敢跟您置气啊？您可是影帝苏文。方言，我知道你为什么还在生气。你是不是认为那天我说你的话错了？您怎么会错呢？您永远都不会错。不服气是吧？好，我今天就把话撂在这儿。就你那天的表现，任何一个稍微有些水平的表演老师都能看出问题来。不服气，证明给我看。方言，你干嘛不去排练？你让我靠一靠。你怎么了？别说话。